哇！我只是被人撞到，你就挥拳打我。你说他白，他就不你有爽没有看过了。这个东西呀？那是什么？这叫做火箭筒。哇环哦！保吸管。咻，飞啊！回转，安安，恭喜中奖，恭喜恭喜！等杰克邀，哦，可以邀了吗？点击画面开始战斗，全都我要说音乐离开了，我也断了，这是连线游戏啊！断没关线系游啊，你直戏，接邀吧，哦，直接邀吧。一个一个一个离我而去。哼哼哼哼。烂车！哎、欸，我跟 DSD，哎、欸，我过来了。要喽！当有人打你时，你就拿出火箭筒，没错。我们要回敬他。这么可爱萌，哎。唉，可爱看萌，眼科啦，看眼科啦。最近超容易断哦，真的吗？以前就很容易的啊。现在更容易了。对啊，不是只有最近而已。他不过再嚣张4天，我们就要去猎龙了。对，我们就要去 滑我们雪就不管他了，了。真的是猎龙猎起来，就24小时都在玩。太可怕我不了，怕太没多时了速，啦。我不怕没时速啦。哎呦，直接加进来了！哎呀呀呀！没色嘛，对不对？他有人开车撞你，就开坦克轰回去，没错。哒啊，玩家人哒，数不为足，为什什么？啊？么？我你要断线开了吗？始战局，他就直接给我断线。你要不要等大家都进来之后，这个合格大概15秒、20秒？好好好，抽个奖。要不然你们一个人开个战局吧，我进去。我们都我在还在天飞，上飞，还在大家天都上在我要到最北边飞。了。回春术护盾。哇，这地图好大张哦！我回到 DSD 这边了。这是连线游戏。每次看到浮士图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哭哎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很难过，为什么？那种夜景。啊！我怎么会跳下来之后全黑，画面全黑了？我在一个人的公开战局，我怎么又在这个地方？我不知道为什么跑每去音我乐只那要边。去看夜景或是什么，都会觉得很难过，就这样而已。哎、欸，有种下来又不见了。在一风个格，人的公开飘感向觉，北方。敲，哇，嗯，这是我们偷来的那个载具啊，它可以改装哦。哎、欸，哦。哦，它有防弹100耶，安那装个涡轮以及100%的护甲，哦，只要多花2万块。少拿2万块。嗯，我来飘啊，向艾北约。方，嗨猎，DSD 表示物我可以去家猎龙乡。了。就最近还没啊，还没还没更啊，新，最近只是有活动而已，不是吗？就满满的活动啊，给那些还没有嗯嗯。拿到东西的人。修玻璃，
出售，哦，5000块，卖掉卖掉。啊 ，GTA 是个好游戏，但是它连线真的是，嗯，唉，渣。我连到这边来了。对了。这人加入摩托帮，你今天摩托了吗？我直接等邀请吗？还是去你们战局？都行吗？好，现在我们是都在同一个战局了，看你要表现过来。所以我们刚刚大家都在同一个战局，然后还是断，还是当时邀的哦。那等我。加入好 Enter 寒冰女王吗？对啊，冰原啊。有人说载具改了没用哦。是哦。嗯，所以有人笑得很开心，有人偷笑，笑的声音，笑很大声，什么东西？笑到岔气，有吗？谁岔气？我去看你呀、啊。谁？没有了，听错了。谁是哈基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啊！三个人听的，没有，没有哈基。对对对对对。我刚刚说谁是哈基呢？没有人是哈基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是真的吗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躲这个？你又在玩 NPC 哦？怎么玩 NPC？ 没有，我在打招呼。你在哪里啊？你在三轮车那边吗？没有啊，我在我的夜总会。哦。哇靠！这样射到我！哦呦！哦哦，拍谁？哦拍谁？哦！哦，然后我们昨天玩的矮矮人啊，嗯，然后巧克力一开始是拿一个火焰枪，那 后面他解锁一把枪是冰冻的枪，嗯，懂意思吧？然后聊天室就说哇。你的专什么专属武器还是什么的？我说烂东西我不拿了。本命枪哎、欸，本命枪。那后来是因为那把枪连队友都可以冰冻，他就决定要用了。他已经要了啊！哇！飙起来的成员。昨天在快要交货给买家的时候，朋友才断线。啊！哇 ！Q， 帮你 QQ， 笑你没有了，到了，对不对？重型护甲，准备好了，数个30秒，数个20秒。嗯，就他右下角那个倒数啊，让每个人的数据读一下。嗯，噔噔噔，神奇，差不多了 ，Go！ 今天真的是很棒，按了、哦，好，按吧，等去吧，启动战局了，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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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万箭归宗。队长已离开，卖了别恭维哦。哎、欸，这个声音哦，吓死人了、哦！有有 有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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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东东西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天台都可以吧？天台应该都可以吧？不知道啊。出来的话，把它忘记，门门口吧。重复告诉自己。我记得有人是用跳伞的、欸，一样爬回天台，然后跳伞下去。
往那个往高速公路走，然后去随便抢一台车去躲。那就都是上面嘛。我那时候刚影片是那个啦，那样子啊，晚点再贴给你们看。那这样了，好，好 ，Go， 就看你们要不要而已啊。试一下，试试看，没玩过都试试看。好。哦，用什么焦土？焦土？讨厌！焦土怎么了？没事，焦土很可爱，没事。还没打就赢了。为什么可以先走？就刚刚你跟上一场看到我们两个在那里。哦，我等一下，我的夜视镜又开了。对。等一下啦，我在打斗气啦。等一下啦。对呀，你看边打边开车。有啦，我安好自动，我安好自动啊。那这次跟你讲，我要顶一下眼药水。边跳伞边跳眼药水。杨老师啊！啊，直升机啊，直升机啊！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刚想说，哦，没事。你怎么了？直升机啊！我刚想说，怎么转了这么大一个弯？你在滑手机吗？怎么了？你在那滑手机啊？我没有手机啊！你是不是余光看到？余光看到怪怪的东西？拜托，我打斗鸡都有在认真打哦。哇，跳伞好久没跳了。摩托车两个人坐在一起，坐腿上。那拍两下，这里。看不到我上飞机了。哦，有了。故事模式抢珠宝的洞，什么东西？我没玩故事模式，我也没玩故事，我也没玩。对，不好，抱歉，你刚你帮你对四个人没玩故事的人讲说哪躲哪里，我们真的不知道，对不起。杰克很棒。是我已经知道故事模式的剧情最后干嘛了，但我也大概知道，但是详细的内容。你去理了头发，嗯。错啊！怎么开伞的，啊？我都忘了，欸。我先开了。哦，左键开伞啊！不要飞太低哦，不要飞太低哦，也不要飞太高，不好降落哦。干，我太高了，干王到不了，欸，哎，王到不了，欸，你也摔死了，我成功了。我直接摸地板了，我到不了，我到不了。我跟杰克到了，我刚直接撞地板了，啊。哇！冲啊！你怎么要死了？哇！你死掉还被拍下来，发生错误啊！哇！上次我们那时候是发生错误，就是啊，对啦。哦，对，想起来跳伞如果这样子犯错误，我又要进入连线环节了。啊！我刚刚要下楼梯，一个没走好，直接从顶楼摔到一楼去。哇！我要摔死了！哇，好痛，这个好痛，直接摔在栏杆上。你们现在后面是什么？我出来了。你出来了，哦，我现在是我的特写，然后上面贴了一个 GTA 线上模式的一些楼一些活动显示。我觉得我要重新哦，跳出来了。这真的是好游戏耶，真的是。我觉得就直接腰了啦，好，直接腰，然后再
等一下，在画面等一下，然后再进去。我跑去找富兰克林了，等一下哦。巴黎头发了，我应该到公开战局了。我看到有人在讲话了。Hello， 来了。啊，我记得你可以刷钱，对不对？借我刷个钱。啊，你有钱吧？有钱。我记得这个保全位置重生，来，保全重生。什么？是打门口那个？后面的，后面小路的。借他位置重生。嗯，你怎么没有重生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没有重生？我们快花一个小时连线了，真的，真棒，这是个好游戏呢。有吗？下来了，我终于下来了。嗯，我收到邀请了。好游戏。好游戏儿，这不愧是几年前的游戏啊！所以都也在几年了、啊，四五年有吗？四年，四年那么久啊？有吧？按住的可以慢慢加价哦。正在取得新鲜模式。没有，并没有可爱萌，没有。哎、欸，被攻龟扁了哦，这块一心的、啊。可爱萌，可爱萌，爱加萌。郑繁星还没进来。2015年4月14号。有了，这加入。现在2020了，四年快五年游戏。啊！繁星离开了，不，队长帮我踢了，干嘛？可以关掉了。怎么这样子？加机版是2013年。继续游戏。对啊。哇，然后我看 Steam 版它是2015年4月14。哇，不知不觉这也是那个老游戏了。高画质老游戏，从小玩到大的、欸，再过五六年，他们就说：“哈 ，GTA 你还在玩 GTA？ 这几岁了，老游戏还在玩？”哇，现在没人在玩什么老游戏，现在都直接进 VR 世界了，进去杀人，就直接进去，然后偷拐抢骗了，都进去。哇塞，进去里面等，直接进排队了。可是我觉得真的变这样子的话很恐怖、欸、因为你真的这样子会完全模拟啊。太模拟会变，到时候人格会到时候出问题。对啊，到时候现实跟虚拟就分不出来了。对，我有记得我有女朋友啊，我的老婆呢？我记得我有女朋友的，我的雅斯娜呢？杰克的女仆装呢？撒谎，并没有这东西，并没有。进去发现自己已经被穿成女仆装这样子，你的角色直接被设定成女仆。还脱不下来，现实的。Hello， 我倒是很想去玩看那个《麦块 VR》吗？没有啦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启动战局了？我按了，正在启动。少一个人呢？可是少一个人呢？少一个？哎、欸，我没看到影月、欸，我没看到繁星，看到繁星呢？没、欸，我看到所有人都在、欸。嗯，好、啊，上次没关系，进去就知道了。上次是这样子，然后。队长也离开，队长离开了。啊，这富兰克林，很棒！这个连线哦，这个连线哇，给不要赞的，给100分，不要赞。连线，我生气就抽卡。好，去抽卡。哇，这么气哦！我看右上角哈，如果有跳黄字出来，人家就跳 gain。没有啦，轻机啊，一只轻机好不好？轻机。一只青鸡，隔山打牛。好了，还是要，还是要同一个战局啊。
唉，这样我们还要跳伞吗？不要了、啊，不要了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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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伞，那个都没有重来，一失败就直接回到连线游戏，真的是哈扣。双神要来了，蓝票留着。双神是什么？新的角色吗？两个阿神，最近不是才出而已吗？安安，我在单人公开。你蛮喜欢 GTA 5的，对啊，等六吧，六不是在开始做了吗？六不是说什么哪一个总统不下任他？对啊，他不做了，对吧？就等六啊。啊，两只四神一起来，七号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哦，可是下一期的神龛没有黑蛋，哎呦！每次都想要黑蛋啊！当然。这谁？哎、欸，这谁的游戏间啊？为什么一台游戏机都没有啊？倒了，进到谁的了？我不知道。现在没有玩 GTA， 真的是。哎、欸，我还不能离开这个游戏间呢！哎、欸，哇哦，我被困在游戏间里面了。哇，利亚的世界，哦、不然可以进到我的游戏间吗？好，可以过去了。他自己有想法。不然，我们去玩幽闭恐惧症。哎、欸，觉得嘞？可以啊，带我玩，我忘记怎么玩了。都可以，我 OK 啊。玩这点真的是，真的要连到十点了。那、嗯、就连这一次吧，这一次我们就正常打一次。阿角、啊、就爆炸了算了。你的正常是无双过还是前行过？前行过。哦。啊、哦，我有时候正常进去，能够连线进去。那进去啊，然后就假如我们惊动的话，还是自杀、啊。反正就是一样要潜行啦，但是就这次是最后一次连线，嗯，就进这个差事一样要潜行，但是就是要追，对不起，反正就是我们最后阻止都是要成潜行连线端就算喽、嗯。不过到金库那边一定会响啊，就算了，一定会响啊。嗯，对，差不多该换游戏了。如果他再这样子的话，嗯，时速这么好，棒子连线游戏，哇，时速这么好赚的、欸，放着开始给他连线就可以有时速了哦。对啊，好棒哦，真棒。嗯，都不知道我今天是在玩阴阳师还是玩 GTA 的。我是在玩阴阳师啦。那主要是在玩阴阳师吗？对啊，我在打斗机。超中